最近消息来关心第十届塔塔全球城市开发竞赛传回好消息，来自清华大学的何凯君勇夺季军，是历届赛事以来少数闯进决赛的台湾选手，共有87个国家超过30万名的学生参赛，何凯君代表我国一路过关斩将，在决赛时历经6个小时的城市撰写竞赛中打败世界各国好手，为国争光。